亲爱的们，你们好啊！今天小编跟朋友们准时见面了。在现代生活中，出国游是很普遍的，因为可以感受异域风情，增长阅历。其实外国最迷人的不仅是景色和美食，还有当地特有的文化和节日。其实我国也有能感受异域风情的地方，这些地方大多是边境城市，因为是两国接壤之地，所以当地的文化也互相影响，因此在边境城市也能感受到异域文化。我国有四座最美的边境城市，就算是不出国仍然能体验到异域风情。第一个城市就是著名的满洲里，这里融合了中俄蒙三个国家的风情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套娃广场。这个广场的面积有54万平方米，充满了俄罗斯风情。第二个城市是塔什库尔干，它位于我国的新疆省，这是塔吉克族自治州，这是我国唯一一支白人民族，属欧罗巴人的一支。这里的80%都是塔吉克族，这里的人有自己的服装和习俗，待人热情，尊重女性，会把年长的女性作为座上宾。第三个是瑞丽，与缅甸连接，而且这里还是重要的珠宝集散地，想买珠宝根本不用出国去缅甸。这里还曾是古国的发源地，因此文化灿烂，这里的建筑充满了热带风情，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很多，有很浓的民族风情。第四个是伊犁，在很早之前这个地方就是著名旅游地了，这里与哈萨克斯坦相连，在很早之前这里就发展出了文明，这里景色秀美，少数民族人口众多，小伙伴们想来哪座城市呢？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，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。